好的，如果准备好，随时举右手示意我们哈。OK， 五、四、三，太可怕了，非常考验艺人的一个勇气。二，宝宝注意安全啊！一 ，Go Go Go！ 今天的跳台要比上一次更轻松一些了。本来想做一些动作，但是王蒙他没有跳过，所以我这次是很规矩的给王蒙打了一个小样，跳的感觉很飘逸，很舒服。漂亮！耶！那一个瞬间真的很帅气，就唰一下子飞出去，所以当下就是成为他们开心，然后欢呼，掌声欢迎宝宝。